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坏新活动爱汽水的钟表小子三个难度以及完结部。好的，这一批我们继续做这个活动，没想到这个活动还有后续啊，而且后续这么长，我们直接点击外串度时去点第一个汽水的这个度时，点击追踪，我们继续做吧。这些任务还挺多的，我还说这些任务比较轻松呢，原来没轻松多少，继续向前走，跟任务指引点一直向前方走。这里我改一下路，哦，不然面前的这个表，不要碰这个表，从左边走，转一圈，来到正下方。我在云营玉水，赶一下路。云营玉水与面前的 NPC 对话，这里对话结束之后选择难度一，直接进入挑战啊。他要求我们击破气球，然后踩石板，这都比较好达成。我进去之后跟大家说一下，首先队伍中一定要换人，也不是一定，如果你跟着流程走的话就不需要换人，都能找得到。不过有些气球在夹缝里的话，用这两角色会方便一些。这里对话结束之后，我们进入面前的这个场景。进入场景之后，可以看到很多石板，这些石板踩刺之后，它就会消失。像这样，你走过之后，它后面的石板就消失。这就让石板消失，然后打两个气球，面前再走过去，消失。然后正前方好，这里它会被剧情拉住，剧情会给我们看一眼宝箱，看完之后不用管，我们正前方继续向前方走，打一下气球，这里穿过，这里不要着急过去啊，你换记得艾斯达打一下，当然不需要。好，我们一边可以从左边可以转上去，从这里也可以转上去，当然带个艾斯达好一些，以免后面出现问题打不到气球。哦，这里气球打一下，转一圈，面前气球打一下，继续向前走，单行道。然后正前方拆下宝箱，宝箱拆了，我们五个地板也踩了，然后气球也打够了，那么这里就完美结束。好，结束之后和 NPC 对话，继续我们去做第二部分。紧接着我三个部分就放在一起了，大家做的方便，也是有一集失败的，剪掉了。我们直接开始挑战。再来难度二，好的，依旧是进入正面空间，这一关难一些，大家跟着慢一点走，一定要慢一点，谨慎一些。好，首先面前第一个气球打一下，然后上墙，这里可以看一下节奏啊，打不到的话就不要去打了，打到的话尽可能去打一下。这些任务的话还要比较需要动脑子的。前方过去之后不要踩，不要踩，不要踩，千万不要踩，不要踩，不要踩。过去之后踩了这个啊，你就需要重新拆了，因为过不去了。不要先踩这个，先打面前的气球，你会看到上面什么都没有，你踩了就过不去了。先打气球，然后从第二个可以踩，打气球。踩第二处，好，踩完之后我们的退路就没有了。不过这里有的连接，我们可以来到第一处，这还挺有意思的。中间把这两个气球打掉，然后前方还有一只爷，顺便打掉吧，不要从这边走了，然后再返回。我们从第一处返回，可以正好把第一处的板子给它踩掉，因为你从第一处上来的话，这板子它会不连的啊，你无法从第二处下来，然后就没路了。好，这两处解完之后，我们继续朝正前方方向走，上墙打气球。好，再打一个气球，打完之后这条通路可以连一下，连完之后可以从中间转一圈啊，去我们刚才没有去的地方。结果我们这时候再打气球也是可以的，面前打气球上墙，这里我们气球就打够了啊，墙也差不多了。最后一处上墙，这气球是多出来的啊，每一关都是有多的。好，来到正上方再打气球，开宝箱，那么我们的任务到这里就完成了。这是第二部分，后面还有第三部分啊，紧接着大家去做第三部分，宝箱开出了剧情了，剧情结束我们退出。
也就是完美完成奖励，完成之后去做，直接去和 NPC 对话，去做第三部分，先把这一批做完。好，第三部分开始启动，面前进门老流程，进入空间之后我们继续看一下布置啊，最后是有一堆气球的，所以说这罐气球严重超标，当然剑脑还是要打的。结束之后我们四面转一圈，才会发现啊，只有一个梯子可以走，然后我们从这一处梯子上墙打一下气球，在面前再通过梦泡这一处啊地点上墙，面前能开的机关都要开启，开启之后我们打气球，这里继续上墙打气球。好，打完之后朝正前方方向走，可以看到这边都是挡死的，不如这些气球啊可以打到，但是打不到的话智慧也能碰到，这个不用在意。我们上来朝着另一处墙，因为我们踩完的墙都会消失，这肯定要另外一处，踩完之后继续踩另外一处，踩完的墙都会消失，然后我们继续打，碰到一个气球打一个气球，朝正前方方向走，应该是地图东方向，我继续走。我们再开启我们的解谜装饰，好，开了之后上墙一处墙，上完之后这里的话再次来到我们的朝北方向走，啊，这里有出气球，打完这里有了发光点，把这里碰一下，然后我会开启一个新的通路，好，它剧情让我们沿着通路前进，我们就沿着通路前进，然后后边的这些机关都可以提前拆一下，防止之后拆不了，然后我们继续沿着刚才的提醒向前方走，路过的气球可以顺便打一下，然后打气球上墙，确定没有其他东西你就上墙，上墙打气球上墙，好，继续打气球，这里我们的板子已经采购了，然后我们退出，把左右两边气球先清一下，清完之后我们把宝箱拆了，开完之后我们这任务到这里基本就结束了啊，已经结束了，我这就是三个部分的全部解谜都在这里了啊，我们下一批再见，这里会给一个成就。好，到这里的话我们再次来到这一处地点， NPC 对话完之后去找上一批我们没做完的汽水动画师，对话结束之后获得一个汽水先生外传，完成之后再次来到 NPC 这里和 NPC 皮斯进行对话，对话我们在这里选择外传故事，将剩下的所有外传故事啊全部去和 NPC 再通一次对话，后面我就做一下快进啊，后面的流程都一样，去找 NPC 然后对话，对话结束之后我们回到一开始的任务地点，再次找其他的 NPC 啊，全部完成对话。那么这个活动到这里的话基本就结束了，现在就要带大家去把所有奖励都领一下啊，防止漏掉，再回来再对话哦，找这棵树左手边对话，结束之后依旧是获得啊一个新的道具，再传送回去，再对话，再找折纸小鸟和仓鼠球骑士，这两个也对话结束。好，把所有 NPC 都对话一遍，就是刚才的位置，一直点，一直对话，把任务都交一下。这里是石头老板的，好的，他会让我们自己去做一些选择，随便怎么选都可以。完成之后达成成就，钟表小子和他的伙伴们。最后我们再打开我们地图啊，传回去，也可以直接去领奖励，传回去和 NPC 对话，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页面去把剩下的奖励都领一下，这里我们全部都做完了，然后额外的奖励都领一下，好，都领一下，好，最后影碟解集的话，你最后总的再把最后一处自己剪一下，自己想怎么剪怎么剪，完成一次就可以。那我这里就不带大家去剪了，这个是啊不需要参走中略的。那么我们下一批再见，记得把装锥领一下。记得关注再走哦。